把每一个人你所可能的接触面去发展着发展着接触着接触着当地开花结果还会有什么什么接不接受台湾不台湾的那时候台湾也很有名了是不是也不会有后面什么就是不会有很多的问题了真的不会有很多问题而且你要知道如果台湾是盟真的这样的盛会啊盛会啊昌盛的盛盛会的姻缘的祝福有什么好去考虑对不对今天我会亏了还是损了还是哪里有什么问题不用去考虑那个应该是好好的做准备迎接殊荣什么殊荣就是现在在这个时期里面你说是接驳还是怎么样的一个一个特别的一个意义真的就是这样的你听不懂我讲的话有听懂举手看多少人听懂假的都懂了都懂都举手了我这边很多转播器你知道吧我都在看你你真的懂你就懂啊用你自己力量去影响世界世界何其大先从你身边的人影响起我们不需要不安定的未来我们不需要战争我们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但是我们的殊荣你也不用紧张只要我们努力的对我告诉你台湾的殊荣会一直进来一直进来因为如果这块地是宝地是不是蒙天地祝福怎么会没有好事情进来当然会有但是这样就是斩五官是吧什么从五官斩六将是不是步步要对都要对步步不对后面就是自找苦吃就是这样所以你能影响谁你能影响身边的人呢身边人又能影响身边人把这一个机制让全部的社区里你都了解的时候真的你就光做操码就对了就可能明显殊荣就不求自得跟你身上有没有钱跟你过得好不好一样不求自得不求自得好所以我要讲实修实修实修否则过了时间你再说要实修就不一定有这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说一直在说一直在说现在是要一翻两瞪眼要对账的时候所以最近也是觉得哎，说那么多年还是到了这个对账的时候本来想说不是对账的时候不要对是不是大家好好过就继续昌盛继续继续好就好了怎么这对账的时间好像已经到了就真的要有这种氛围害得我最近都不敢去理头发你知道吗有没有觉得像最近头发长长了有没有啊还好吗但是我现在觉得没出路啊我该怎么办呢我也不敢去理发怎么办呢所以最近突然想到可不可以 DIY 正在研究中所以哪一天你把那荧幕一打开啊看到哈哈 哈怎么变那副德行你知道 DIY 失败所以咯天下太平理个发 有什么大不了的天下不太平理发都不敢去真的不敢去我还跟我妈妈讲了你不要再每个礼拜去洗头了吧一个礼拜去一次太平天我可以我什么时代啦你在洛杉矶那边洗头啊你知道谁是谁啊等一下洗一洗不洗头不会怎么样吧我妈说怎么可以不洗头我说自己洗啊她说几十年都是人家洗现在自己洗不知道怎么洗我说自己洗还不知道怎么洗真的是命太好了吧真的我说就是我就跟他讲讲着讲着他说哦那这样子可以试试那准友来了准友说这个什么什么
没有做头发，所以看起来没精神。我说现在什么时候你要去做头发？不能去做头发了。太平天国时候去做头发什么大不了？这会儿对账的时候到了，全世界跟天地要对账的时候到了，理个发、对个洗个头都这么难了，所以我也感受到这种氛围，所以就一直觉得是这样。你好，我好，大家好，理个头发很容易的。这会儿我正要准备要过山顶洞人的日子，拿着那个有没有自己在那边看自己弄？哎，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反求诸己了，觉得推广不利，是不是？天地不等待，那就没办法，只能识时务为俊杰。所以这会儿识时务了。所以有一两次啊，激动的想在 M 总买个自己剃头，是不是？我这样讲不是无中生有，我是告诉你，不要时不我与的时候再回来想，来不及，了解吗？要每个人要赶快拿起来，不是左耳进右耳出，